这个折叠刷真的是太神奇了，过年家里做卫生一定要备上一把，它清洁能力非常强，不管是台面上的还是这种拐角的地方都能擦，清理家里的灶台和镜子也是非常的实用。这是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小夜灯，插上就能语音控制。换颜色，换颜色，换颜色。音乐模式。
轻轻的拍拍肚腿拍来往个国家你要记得儿时回家的路你要记得前程我曾经等过你因为我也相信我曾经等过你你看别人小朋友有的你也有嘿嘿嘿哦 baby 看不到你我心里特别想你江边的微天空下着霜醉在马路上谁能十几年寿涛，但是你用错了，快来看看。